日前，在巡查中拦下了一辆小客车，打开车门后，民警着实吓了一跳。车厢内密密麻麻站着几十人，民警立即要求车上的乘客全部下车。5个，6个，7个，8个，9个。经过清点，连同驾驶员在内，这辆核载6人的小客车装了50个人，超载70%多。 车上的乘客都是来自贵阳王家桥的建筑工人，要去某建设工地。驾驶员是一名包工头，为了节省。